这样大家都会开心。真的吗？好像很棒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我也是，那就开始啦。太棒了！喵喵喵喵喵喵喵呜！如果先让别人走在前面，就能表现出你们很有礼貌。为什么要先让别人走在前面？如果我也要去相同的地方，他们就应该走在我后面。如果我们是要像是从飞机上面跳伞，可是我们都很害怕呢。好，谁要先跳呢？你们先请，不要客气。如果我们要走过连接峡谷的木头桥呢？你们先请，不客气。不是这种情况啦。主动跟别人分享东西也是有礼貌的表现，像是糖果或滑板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要主动分享啊？如果他们想要就来问我，我就会分享啦。因为如果你不主动跟别人分享，他们会以为你不愿意分享。有道理耶。糖果也说明了，帮助别人从高高的阶梯走下来也很有礼貌。天气冷的时候为别人披毛毯也是，还有在下雨天帮忙撑伞。就是这样，有礼貌很简单吧？超级简单。我们现在可以继续玩了吗？第二天，糖果请凯特来家里玩，让他看看男生们都很有礼貌了。小猫咪们，点心时间到喽！先过，这个给你，帮你撑伞。如果我们照你说的做，好像就变成仆人了吧？对啊，为什么一定要那样？我真的不懂哎。因为如果没有礼貌，你们就会完全没有朋友。我要去外面跟凯特玩，我不要跟你们两个玩了。饼干，我不想要因为没有礼貌而失去所有朋友。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了，我们要实践糖果教的一切，让大家看到我们很有礼貌。对，在游戏场，饼干和布丁尽最大的努力保持亲切和体贴。一点都不难做到，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随时都有礼貌。太棒了！喵喵喵喵喵喵喵。布丁和饼干很乐意展现礼貌。